你若要养老，一定要来阮家，接对哦。对对对，啊，阮家好个，啊，来阮家，来阮家就对啦。哎、欸，风采大富，细滴好，中西有中住。你若要养老，应该来去阮家接对啊。是啊，听亲母亲，我是中住，你因好养因就见面呀。对呀、啊。爹娘，若是你来杭州，一定真好面好，笑真好笑，风台，对不起，另外一方面，老友做伴，这不是两全其美呢。非常的好，接了之后，对不对？好，我这边一边收下，另外。
翠文都家里。好不好？那
上还停留在比较初阶的，我只能初阶的修理，懂我意思吗？哦，比如说像那个刚刚在，因为细感的部分是比较最后的层次了，所以像刚刚的字影的部分，还有玉音的部分，那个龙龙的部分，因为他们的身段跟那方面已经稳定了，那我会修在很重要的情绪转折，因为观众哎揪揪心，把赛老了，把这走掉，立马吸。所以那个东西叫做铺排，那这些的前提是你们对戏都要熟了，然后我教你们才听得懂。如果你爱个卡个手机啊个够会知，我跟你讲那么细，你会告诉我说老师啊，你都无教我教，其实我已经来教，但是你当时我不得了，好不好？所以如果你的戏要更进阶的话，你必须把这些东西准备好，我才能教细的东西给你。好，因为我必须要先顾好你的60分、70分、80分、90分。再来95、98、99、100，我才能修很细的东西，好不好？好，把基本功的东西再放进那里面。然后为什么？因为你有情绪，你就紧张了，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试着在这个阶段慢慢把你的情绪都进你的唱腔跟都进你的身段里面，然后那个东西就是练就你的火候，懂吗？混了了哦，熄了了哦，是不是要开始炖？炖就要用慢火开始雕，开始在油里面，这样吗？所以每一个人的阶段都不一样，有些人可以开始用小火慢炖，有些人火得开大一点，知道吗？